首先非常非常感恩 JCI Pearl 颁给我们公司 Neucleus Decoding 这个Business Integrity Awards，非常非常感恩我们的顾客这一路走来一直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，然后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感谢我们整个团队一直以来那么努力的付出，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了，所以最重要的到最后谢谢 JCI Pearl， 谢谢 WEA。